李宝宝，过年了，你看看地下这三样东西，你选一样给大飞飞的吧。啊，玩具，玩具给谁呀？啊，给大飞，给大飞。那你选一个，你要啥？啊，你要红包啊？你要红包，你要买什么？啊，买大肉。啊，给大飞，啊，给大飞，啊啊啊，买玩具，啊，给大飞，都给大飞是吗？啊，是。绿辉啊，戴过的口罩知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迪迪，你告诉告诉他。啊，口罩放盆里。啊，口罩放盆里。嗯。然后呢，水。水。啊，倒盆里。啊。啊啊，一定得烧一烧啊，烧热水倒盆里。然后呢，啊，用剪刀把口罩剪掉丢了是吗？啊，这。